说有一群男人在喝酒，有人突发奇想给各自老婆发条短信，发我爱你，看看各年龄段女人的反应，结果真的大不一样。20岁的女人回复我也爱你，30岁的女人回复酒喝多了吧，40岁的女人回复你没病吧，50岁的女人回复你发错人了吧，60岁的女人回复退休了闲得慌是不是，70岁的女人不回复，直接给儿子打电话说儿子你爸可能没几天了。